现在在那个日本秋叶原的街道，然后可以开 Bisbee Vision。这边有一个 AR， 点开来，这时候它会用地图加那个坐标，然后直接秀出现在周围有哪些餐厅。我这样转一转，哎，很多餐厅的标示都会跑出来，比如说像这个，点开来看，哦，这是什么？然后可以看它地图的资讯，看它详细的资讯。像转到这边来，哎，它就很精准的秀出来，哎，这边有一间拉面店。这个是什么？陈幻香。还有这附近有很多女仆咖啡店。这个就是 Bisbee Vision 的 AR 功能，我觉得个人觉得很方便。